拜托你，我较爱知影讲代志的真相，好冰哥在天一日能安心。我拜托你，你应该真相讲给我知影无？代志真简单，当初是你的大官得要死啊，伊爱文斌来台湾找伊的阿兄，回去做一只班人。啊，不过文斌为着埋伏，放弃家己的兴趣，甚至是去娶一个伊根本都无爱杨顺慈回来做某。结果，这班人是别人，文斌当然嘛生气。结果文斌心肝强，伊就心肝两太坏，将伊给我害死。你也袂讲。聪明，饭会使有白吃，话是袂使有白讲的。你敢敢为你讲的这句话负责？我当然敢。江美冠，你听好清楚，恁翁婿夫妻妻就是伊，张文斌亲手提掉的。张红梅，当初是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讲惊讲命，有着我，你什么代志拢我牺牲。结果，一拄到考验，都给受尽的受苦。对你够真好了了，王爹，都在嘴讲了，是我，是我还是王哥？是你亲手害死林哥哥？不是我真心当真，我天是我开始。你什么激动？我们从高处地上退转移，搞到这个新加坡地了。你是在讥笑什么？文斌，我知影你看伊安尼足可怜的。你想要救伊，那是因为你心内还阁有兄弟情。啊，不过你看伊，伊将家庭的重担放乎你，伊都离家出走。这么侪年来，伊敢问过你？伊敢有跟恁联络过？你对伊有情，伊对你无义。即摆就敢那剩一口气，你若甲带返去异地，只是加麻烦的。不管了啦，伊是我上亲阿哥哥，我绝对不可能放伊一个人在遐受罪。文斌，你听我讲，你讲话变成这么安尼，那是因为去得罪着乌道的阿尼去。文哥，你若让文哥知影有你这个小弟，伊若来找你报仇嘞，你哪都需要你断你家己的生路。到时阵若是死的时阵，要大个找无尸体。你真正要不到安尼吗？我不跟你讲，我到底要安怎？你看伊即马呢，都剩最后一口气，都甲一个外死人同款嘛。你心内若真正还阁有兄弟情，想要甲伊斗相共，就是帮助伊早一日解脱。你这歹说，你跟我，不要紧，我做袂到，我不要伤害我家己亲人，我绝对做袂到。你不是在伤害伊，你是在甲伊斗相共。
你看伊怎啊？就敢那剩最后一口气，就算救回来啊，嘛无可能会好。啊，若颠倒过来，伊若是死，规个家族的企业，啊，佮有百富集团，都全部是你的啊！到时阵，咱甲伊修一门较好的风水，请师傅来帮伊念经超度，嘛会当庇佑伊的子孙。安尼是做对伊对你拢是两全其美的方法，敢毋是？恁哥哥把呼吸器摕落来，伊就袂阁再受着折磨。别惊，你是来做好事。因为你带咱的兄弟情，唔敢看恁哥哥受苦，所以你才要帮助伊。别惊，囡仔，甲摕落来。娘的，你等起来，我不灭。为着你家己好，为了要搞做伙经营百富集团，为了在中家享受荣华富贵，你们那三十年前刚过我呼吸机丢掉，昨天前几工我的呼吸机你们要把它拆掉，要把它害死。
伊根本是一个人，心肝拢痛，处处处理人。我真后悔，我把酒扣感情暗干掉，这叫你欺骗！张无边，我很想要将所有的罪过撒到我的头壳顶，就算你无亲手，迄嘛是因为当当时你无阻止我，我为着你，我才安尼做的。想，你是一个害死，你敢知影？是一个无辜的性命嘞，你害人要赔命。哈哈哈！笑死人，那是几啊十年前的代志，阁有人看到人是我杀的，都凭张文斌去鸡嘴，凊彩讲讲嘞，都害我担罪啊，无可怜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时阵，恁翁去有火烧家，规身躯无一块哦，就算是甲救啊，伊嘛是生不如死，搁爱面对黑社会的报仇，反倒是迄个人帮助伊，扎死扎乔生，然后一句转世，所以你是应该感谢。黑掉呼吸器，那个人才对。哎，你好了，你敢骂我？你真的是他？陈红梅，那是因为你是查某囡仔，我早就把你拍到做到白啊！为着要拍你这种人，把我的手用垃圾去，无价值啦！我你今晚想哪？啊？明明就是张文斌害死家己阿兄，甲红梅有啥物体态啊？别叫时光，伊是查某人，就好欺负。两头钱滚！伊即马是我过境兄查某，谁甲伊卡着？我着害死甲真歹看。